David Chan 有個朋友喎，張先生喎，我哋祝下張先生51歲生日快樂啊！佢今日唔能夠嚟，但係好想聽你一件，唱翻首歌俾佢聽，咁係真嘅。咩歌？你想要咩歌啊？生日。真的好想你啦。係咪啊？係嘛？佢就好想你，所以。咩嚟㗎？真的好想你，就係好想你，佢先揾你唱歌啫，係咪先？張先生。張山啊，張山啊叫做。好。真的好想你。
啊，拍硬檔啦，唔該你，係啦，嗰邊開始。啊，左手邊啊，唔該，左手邊，左手邊係啦。褪後兩步啦，後面嗰個開始褪後兩步得噶啦，唔該曬你嚇，唔該曬，唔該曬。因為太逼啦，冇辦法啦，唔好意思啊。好，小龍女第二首歌就係《情人的眼淚》。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期待，眼泪最珍贵。你看看眼泪都是爱。都是爱，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？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？要不是有期待，要我要。這首歌就是我們的敬酒歌了，希望支持一下，又是好聽的，等一腦都有餐粥仔吃一下，是吧？一陣敬酒，希望支持一下十元八百二，新歌來的，彩虹鈴，是不是？好好啊，哇，真是小龍女，好，剛才你希望支持一下，一陣敬酒，下雨啊，大哥找兩餐，給點掌聲，小龍女。你看呀，把它。
啊，細佬都唔記得咗敬酒啊，同啲 fans 傾偈嘅，陰功啊，真係揾水時間都唔記得咗，下一首啦，冇辦法啦，嚟一首，我和你啊，係啊，呢首真係要敬噶啦，真係陰功啊，真係陰功啊，真係，揾水時間都唔記得咗，好，俾啲掌聲，小龍女。多謝曬你哋，多謝。